我们看这一题，汤米说化点这个以后结果是多少？我们看啊、哦，前面这个，这有三个负号，一个负号，四个负号，所以是正的，所以前面这个是四乘以它的导数，就二的三次方，这三的三次方啊，再乘以二，啊，正负号我们已经解决了，哦，四个这三个负的嘛，一个负的，四个负的，所以是正的。哦，那我们只算它的大小，那、啊、这个多少？这个是减掉多少呢？减掉哈、哦，负正得负嘛，减掉四是十六。那这二的平方，二的一次方，二的三次方，跟这个就消掉，所以是二十七，三的三次方二十七嘛，减掉十六，所以是十一。所以这一题哈、哦，答案就要选 C 十一啊。